比格利亚在乌龙腾讯体育9月28日讯，北京时间凌晨3时，意甲第六轮一场焦点战， AC 米兰客场1-1战平恩波利队，近三轮连续打平，以六分排名意甲第14位。米兰上赛季轮首轮推迟，比格利亚抽射造成对手球员卡佩奇的乌龙，红黑军一度领先。下半场罗马尼奥利送出点球，卡普托点射追平。比赛焦点精彩回榜， AC 米兰方面，伊瓜因扭伤缺席，波里尼客串中锋，库特罗内伤愈复出任替补，加图索延续上轮的9个首发，仅在左后卫位置由新援拉克索尔特取代了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第10分钟拉克索尔特左侧精确传中，克鲁尼奇中路解围不远，比格利亚禁区外围大力爆射，碰卡佩奇身子后偏转打入球门上角， AC 米兰1-0领先。官方将进球算成为卡佩奇的乌龙球。第27分钟拉古米纳担当突入禁区，但多纳尼马气门出击排险。第31分钟考普托精彩停球后大力抽射打中门框。第32分钟伯纳文图拉右侧大禁区线附近大力抽射，门将泰拉恰诺扑球脱手，凯西点球点出右脚补射，泰拉恰诺做出神级扑救将球救出，随后米兰开出左路角球，伯纳文图拉前点头球攻门被门将扑出，凯西点球点出补射打高。第58分钟米兰开出角球，伯里尼后点近距离头球攻门略略高出。第70分钟罗马尼奥利大脚开球失误被对手断下，恩波利队穆切德利则突入禁区左路，罗马尼奥利出脚抢断稍慢踢到对手，穆切德利则将球传到点球点附近，卡普托接球后与比格利亚接触后倒地，裁判吹罚罗马尼奥利犯规点球。 AC 米兰疯狂抗议，裁判在与 VAR 视频助理沟通之后坚持点球判罚，卡普托操刀骗过门将多纳鲁马后将球抽入中路，恩波利一到一追平。第75分钟恰斯蒂列霍巨门25米外大力抽射略略偏出。第77分钟米兰挑传右路，苏索巨门10米处凌空抽射，球被门将泰拉恰诺倒地扑出。第83分钟穆切德里则突入禁区与巴卡约和接触后倒地，裁判拒绝连续吹罚点球。第84分钟苏索右路内切大力抽射被门将飞身扑出。第85分钟苏索右路精确弧线球传到后门柱附近，库特罗内穆萨基奥两点均错过近在咫尺的攻门机会。第88分钟苏索右路接到传中球后连续晃动后距门12米处转身低射球门左下死角，球被泰拉恰诺倒地指尖一处后贴着门没偏出，伤停补时第1分钟苏索突入禁区高右路连续晃动后右脚小角度四传四射将球抽向中路，球又被表现神勇的泰拉恰诺扑出。补时第3分钟巴卡约科禁区左路小角度低射再被门将没收。数据统计米兰射门次数 24-4， 射正次数 11-3， 占据绝对优势，但后场低级失误加之恩波利门将发挥神勇，比赛最终以平局终结。出场阵容恩波利 4-3-1-2， 21泰拉恰诺2迪诺伦佐20尤西尔维斯特雷3-2拉斯姆森。第75分钟22马耶塔5维塞利33克鲁尼奇20把贾佩奇10本纳塞尔把哈梅德如尼奥尔特拉奥雷斯布里奇。第81分钟20拉古米纳七姆切德利泽。第65分钟11考普托 AC 米兰 4-3-3 99多纳鲁马尔卡拉布里亚22穆萨基奥13罗马尼奥利93拉克索尔特79凯西斯巴卡约科。第79分钟21比格利亚伯纳文图拉巴苏索11伯里尼63库特罗内。第73分钟10恰尔汉奥卢7卡斯蒂列过。第73分钟冷血